这里是上海北部地区的一个城中村，这条街叫北街。这条街附近，我看到有很多的养生足疗店，就在这边。这家好像已经关门了。这家足浴店是开的。这边也是开的。这边一条路上连着有好几家，这边都是的，都是足疗店。这家是美容养生店，这家足浴店。